开始，用力踢了，就踢五下，自己踢五下。小腿。对对对对对。Sorry。好来。错了。好，重来。好来，开始。一。对。用力踢了，你怜香惜玉，用力踢了。好了 ，OK。该换腿了是吗？啊，不用了，等一下。洪亮，你觉得会不会痛吗？哦，没有问题。哦，没有啊，那你踢成肿来，哦，一样五下，哦，你不要对他就比较狠了，但是本来就是要很狠的踢了。好来，五次来开始。这么轻。重点。用力啦。我脚疼。再一下来。还。用力踢。哦，好。用力踢来，对。我疼啊。好，用力踢了，用力踢了，用力踢。好，停，好，换他来。用力踢啊！你对他太温柔了。毕竟陈亮很瘦嘛。那你就踢他用力，神童的骨头啊。好，再来换左脚了。用力踢，用力啊！还行，用力打，手腕可以吗？好，五个，那好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有感觉吧？哦，对，好了，踹，好，用踹的来，就这样，对，直接踢，用力踢，来，用力踢，再一个来，好了，停。他掰咖了啦，用力，我都不相信他能够踢多少次。好来，洪亮换你来。洪亮就是功夫功。所以哦，你要是说这样子慢慢来哦，你的那个气场就会更强。而且你打一下之后，他那个感觉就能够找着那个身体。对。自己凭空运气用不到。踹他吧。抡起来踢，报仇，让你欺负。对。对，我右腿比较重。啊，对，踢他背部，用力打，用力踢，用对。后脑勺，不要踢脖子。对，用力踢的。用力踢，用力踢。哎，你全是骨头，硌得我特别疼。用力踢来，对，再来，再一次来。再一次来，好的，好，踢陈总量多爽，你看，不过脚真的会烂掉哦。会烂掉。拿他胫骨踢。怎么叫胫骨踢？拿那个胫骨踢没有用啦，因为他那个感觉，对。好来，换洪亮来，那洪亮，你觉得你有感觉吗？没感觉。对啊，就是被拍而已啊。就是。好来。而且像手拍不像脚拍。对。好来，用力来。我先试一下找他位置。我那背不够圆啊，小心受伤。稍微往前，没有要往前倾一点。对，要往前倾一点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。用力。抽起来。用力。抽起来。你不用怕，一定没问题的。用力，没关系。再一次来。这脚是真挺。再一次来。好，停。好来，手拿起来。好来哦，等我听我口令来哦。好来，继续来五拳来。五、预备、二。你手要拿开，怎么？